讯息，淡水阿巴斯个人会在下面回复你，但是不要问太奇怪的问题，比如说我几公斤啊，哦，那个用目测就看得出来了。那我的公斤数照台斤来算的话，现在是200斤，200斤的话，那一台斤是600克，大家开始可以去算了，我大概几公斤。好，但是放轻松，我们就来听音乐。好，虽然中间很多今天有下雨啊，有很多事情，但是一样我们都顺顺利利的，我们感谢我们这只鱼保佑我们，让我们台湾能够国运昌隆。大家很多可以赚很多钱啊，然后家里面都平平安安的哈。那一样我们看我们的光明灯已经点起来了，在这边，然后我们草地上面可以席地而坐，我们每次铺的时候我们都会稍微整理一下，那你在上面感觉好像在大草原一样，听着音乐，吃着山猪肉，多么特别的一种享受啊。或者是你要来一杯调酒也可以，甚至有我们的养生蜜饯，我那个很厉害，我等一下想去试试看它到底可以顾我什么地方。好，那一样我们今天的赛事也是每一团有30分钟，30分钟包含他一上台准备开始一直到他结束，他要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包含音乐的安排都要在30分钟完成。刚刚老破麻这个团体比较可惜，在30分钟到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把音乐给停下，因为为了公平性，但是他的音乐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深植你们的心里面了，回去可以去搜寻老破麻，我等一下就搜寻了。好，他们准备的相当多，我们今天第一个表演团体哦，这个团体也是大家拭目以待，而且更期待的就是他到底带来哪些音乐给大家。嗨，有声音吗？嗨，你怎么这么安静啊？等一下你的手机全部都拿着，可是这么安静，我现在有点矛盾，你们到底是？好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来一条小小的护城河？我们可以往后退一步吗？我们留一点路给摄影师拍照，因为我们觉得今天的舞台非常漂亮，我们想多留一些照片。谢谢。好，请问你们认识我们吗？认识。那刚刚主持人问说，哎，有人来看《Bass and Hate》吗？怎么没有人说话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人说话？主持人到底在哪边？我躲起来了，所以你们都好了吗？我们好了，好了。吗？对啊。哎，先帮我对个声音。你们先对一下声音。好啊。OK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调个音哦。好，很开心，今天就是收到了海洋音乐季，然后还有愚人舞台的邀请，就是来到这边。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是念淡江，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场景。好，准备好了，那你好了吗？嗯。好，带我们第一首歌叫做《故障》。
有人没有听过我们吗？第一次听的，今天刚好路过或是来看别团，然后顺便停下来看我们的，举手，谢谢你们，就是对，就是天气还蛮热，然后谢谢你们留下来在这个就是风景非常棒的地方听音乐。然后其实我们大学虽然是念淡江，但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个舞台，然后就是我们觉得有这个舞台很棒。其实舞台越多呢，就是可以有越多乐团，有地方有机会就是展现给大家看。那就是也谢谢大家，就是把准备好的周末，然后是用来听音乐，不是在家滑手机。你们很棒，谢谢。好，再来第二首歌《归属》。
哎，大家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？好像还好。好冷静，怎么办？好，有人说好爽，有人说什么？大开好战！谢谢，哎，很棒，好，那还是先唱歌再讲话，至少比较可以缓和一下这个气氛。好，现在在我们的第三首歌，没有，我们的歌气氛都很沉重，讲话很不沉重。好啦，对，就我们讲话跟唱歌就是在两个世界，你有没有感觉到？有。好，不然介绍一下乐手好了。好。等一下，其实我们是 Vasen Hazy V A S E N H A Z Y， 然后因为我们团名很难记，所以就是算已经很久，但我们每次都会再解释一遍。然后如果你觉得我们团名很难记的话，你就是叫我们 V H 就可以。其实我们是一个双人组合。所以我们每次表演都长得不太一样，有时候是就是只有两个人一把木吉他，有时候三个人或四个人五个人，最多有到十个人的大编制过。然后今天就是找了两位乐手，这一位是贝斯手阿斯演， yeah. 然后后面是鼓手阿喵，就是他要跟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不要紧张，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一讲人家真的紧张怎么办？不会，因为下首歌超级难，对吗？你跟我吓他。好，其实我们的被猜对了，怎么样？他刚讲出歌名了。你是鼓手是不是？有人偷看我们歌单，不要偷看，谢谢。没有他偷看。好 ，OK， 就是很开心今天可以看到大家。就是其实我们在台上都会偷看一下大家的反应，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很开心的跟着我们的节奏，我们也会很开心，好吗？好，下一首歌。是人梦。
讲个悄悄话，不好意思哦。好，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前阵子出个新歌吗？对，下一首就要唱了。再说一次，我们的新歌歌名叫什么？谢谢。如果没有听过我们的人，记不起我们团名，就直接搜寻“无差别伤害”就会找到我们。搜寻“余浪之间”也可以了。好，“余浪之间”也可以。好，无差别伤害。希望你们可以去看看这首歌的歌词。好，好，接下来，下一首歌，下首《独一》，是不是出现奇怪的声音？好，咱俩有点累，想休息十秒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Vance and Hazy， 耶、yeah ！然后十秒过了吗？过了，可以讲一点话吗？大家想听我们讲话吗？好，其实这个海洋音乐季这件事情，我们大学时期都一直在 follow，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去比。还有其实我们有比，但是没有上，也是有可能。对对对，然后以前那个十强都在那个淡水捷运站，所以其实每年我都会去看。嗯，你有去看过吗？有。有有啦。好，对，然后今天就觉得
非常青春，因为已经很多年没看了。对，然后也老到就是已经变成表演嘉宾。对，很开心，就是一直都有很多新的乐团出现，然后而且其实有一些团可能我们之前有看过，然后看到大家都是一直在进步，觉得很开心，就是也谢谢就是乐迷就是支持我们这些乐团，就是对，感谢吗？对，感谢大家，然后我们也要一直进步。谢谢 sense 很好的乐迷们。对，顺便偷偷称赞自己这样。好了，现在我跟独一 OK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的歌我想还蛮适合在这里唱，虽然不是海边，但至少是河边。你知道什么歌吗？那等一下可以用这么大的音量唱歌吗？好，对对，因为怕那个主办单位以为，对，就是刚刚不是说有没有人来看 Bassin 一起都没有人出声，对对对，所以现在要大声一点。好，可以吗？哎，真的有人来看我们了、啊，这样。在这边，好，那我们。
举手就好。哎、欸，嗯、对，嗨，就骗他们举手，但不知道举什么，全部人都举手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音乐，然后我们之后还有很多计划，然后请大家关注我们的音乐或者是粉丝专业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我们是 Guys and Lady， 带来我们最后一首歌《雨浪之间》。要唱哦。
们谢谢赵彪 ，Best Man。Best and Pacey， 对，好了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，正常，因为我在我们娱人舞台的那个粉丝专业有介绍他们，就我讲错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这里是2019，好，新北市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，好，我们今天是海洋独立音乐，哎呦，真的吼，有的时候吼，各位 Vance and Hazy 的歌迷们，不要那么自私哦，听完他们就走了，好歹也听个一两团嘛，对不对？何必这样呢？全部跑光光。但是没关系，我相信我们的音乐也是很棒的，对。那喜欢的我们就留下来听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去太控制人家，对不对？我们台湾是非常自由的，但是不要走太远啊！听到音乐，你等下还来得及回来啊！我们已经来到我们今天的第六团了哈，第六团了。那一样，我们今天每个乐团都是有30分钟，包含他们上台开始就算了。我知道，好凉哦，谢谢，谢谢。